声线听来有些耳熟，难道是天后也来歌唱选秀吗？评审团严重怀疑是不是王菲驾到，频频询问跟谢霆锋相关的八卦，没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应。这跟音乐无关吧，干你什么事？天后级的霸气回应让评审团更加怀疑来宾身份，而在被两度询问谢霆锋什么时候会求婚后，这位歌手竟然愤而转身走下台，这段曝光的画面立刻成为节目最佳宣传。歌唱选秀掀起猜猜看风潮，这一季歌手还没正式 PK， 网络平台已经抢先展开海选潮热气氛，包括台湾歌手熊天平，连大陆知名主持人撒贝宁都来惊喜现身。歌手蒙着面唱歌，不仅增加节目刺激感，也让明星们可以卸下外貌与名气的包袱，用实力唱功真实比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